我们是女子义工别动队，耶！Let's welcome. Thank you. 谢谢各位。首先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参加我们前来观看我们今天的演出。在迎接春节的喜庆日子里，加拿大多元文化民间艺术协会为多伦多的观众朋友们献上2024年多元文化迎新春的晚会。晚会将以内容丰富多彩的综艺形式呈现给大家。在中国新年到来之际，让我们与各族裔的演员以及亲人朋友们欢聚一堂，共同度过这个温馨喜庆、充满幸福和欢乐的夜晚。